唱日出，唱日落，哈利波特起，让那些质疑声见鬼去吧。岁之前他身上没有带过一样东西，叫别的女孩摸指甲呀、什么耳环呐、什么项链啊，从来没有过玩过手机，从来没有喝过什么外面那些零食乱吃过，同龄的东西他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训练训练训练，就是为了目标要舍弃一些目标，从小就有一个这种大心脏那种。超过个人的，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是这么想。